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爱上人多小冉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开箱积木。这是奥迪双钻新出品的战列暴龙系列玩具，这款是飓风翼龙，这款是重甲万龙，还有这款是激战机械霸王龙。奥迪双钻恐龙积木，让我们一起来揭秘机械侏罗纪。一人一个啊，我选简单的。他们分别都有两种形态，选哪个呢？选哪个呢？我选这个吧。我选这个战车模式。那妈妈就选这个吧。开始。全家齐上阵。一个，还有一个。看看小鱼儿的，爸爸的最厉害，飞机已经好了。2000 years later。今天的战列暴龙我们已经完成啦，下次我们给大家挑战另外一种形态，太好玩了。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哦。